因为我在我觉得本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聊天，我就觉得当人嘛，跟一个外国人一聊天，他们说没有什么期望，你知道 ，reasonably good person, reasonably happy。然后我现在老了，就是 reasonably healthy， 你知道这样就好了，过生活就很简单。可是我们是生活在分分秒秒中，分分秒秒中都有烦恼，都会有欲望，就会起烦恼心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觉得，我每次忏悔完以后，我的习性要碰到镜一来，我的那个旧的习性又上来了，不是生气就烦恼，要不然就是很悲伤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我就是自己这么多年下来，我就自己告诉自己，每一分每一秒收好自己的善念，现在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讲的，就是说不光是只有忏悔，还要实际的去做，这样你的忏悔才是真忏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